我想确认比赛中的一个细节，你多次来发球的时候停下来、嗯、现在网上有两种说法，一个是小孩的哭叫声，还有一个就是有球迷咳嗽甚至是故意咳嗽干扰。嗯是不是故意我不知道，这个我很难去说，但是我发球停确实第一是因为孩子的哭声或者小孩子突然叫，这很正常，因为小孩子嘛是不能就是控制的，大家的咳嗽我觉得也是很难去控制，也包括打喷嚏什么的，但是确实那个时候如果我注意力不集中的话会影响到我，所以说我更想等他们咳嗽完或者打完喷嚏之后我再专注于我的发球，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把发球磕过去的选手，我是需要去靠发球得分，所以说在那个时候非常的专注。你当然不能选择你的决赛对手，但是我想更多的了解你的个性，你是希望跟高夫打以便获得更多的夺冠成功率呢，还是说啊，我好想再跟萨巴来伦卡再来一场啊？其实我觉得都无所谓吧，因为其实他们我都没有打赢过，就对我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挑战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当今女子网坛最优秀的选手之一，跟谁打我真的不太在乎，就是好好打好自己的就行，谢谢。Thanks.